杨紫琼同关之琳呢日就一齐出席香港慈善筹款晚宴。Michelle 上个月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就不小心整亲只脚，而且伤势都不轻啊，连未婚夫都被 Michelle 的伤势吓亲啊。有啊，佢嗰晚黑仲吓到佢傻咗，因为我想咧，佢睇到佢仲惊，因为我自己嗰、那个脚嗰度咧，其实嗰个位咧唔系好多痛，但系真系好深啊！哎呀，真系好论尽咯，可以闪子弹闪唔到嗰个痛。而大美人关之琳一向身材都保持得好好，但系最近就竟然都开始减肥。有啲朋友话系咪肥咗啲啊？我话系肥咗啲，因为新年食咗好多，咁我要减肥咁啊。今天我都很擔心條裙入不到去，但是、真的做運動是真的，就是那幾天、到現在咯，就是瘋狂運動啊、節食啊，就可以穿得入今晚的晚裝。咁努力 keep fit， 唔通係準備迎接新戀情？唔係唔係，亂事咁樣。係唔係？我都話依個係我一世的一世嘅使命啊！即係減肥係不停。